姬来自关注米娜，令连衣裙完美收尾。第一定是打理的美美的发型，只穿一条连衣裙容易显得土味的问题得到解决，而且掌握起来很简单。我01大色连衣裙，新宽檐草帽 Ramp 松马尾，用淡黄色连衣裙和草帽打造出明月感，尽量把蝴蝶结的位置扎低，将耳鬓的头发拉松，把刘海烫卷造型，杜立刻的蓬松马尾打造正统少女风。一用26毫米的卷发棒将全部头发丝烫卷，在耳朵2厘米下打结，将耳朵完全盖住的蓬松度就 OK。二从打好的结中抽出一缕，将橡皮筋缠绕遮住。对于头发多的人来说，绑的头发越多越时髦。三将耳畔周围的发丝拉松，打好的结也稍稍扯松一些。四用16毫米的卷发棒将刘海卷出大卷，遮住大边耳朵，并将帽子微微携带。Side back 02 T 恤连衣裙新发，金马尾发型简洁的 T 恤连衣裙，用捏足感满满的发带搭配进行添彩，将一分为二的两个发辫拧成的发尾，新性感十足。虽然简单却非常慵懒，整体发型的放亮感因发带的使用而显得茂密，适合中年秃顶女孩。卷卷的马尾让人化身侧颜美人。一用26毫米的卷发棒将全部头发丝烫卷，然后涂上发蜡，戴上发带后将发丝一分为二。二将头发使劲拉紧，耳后的碎发自然流出就 OK。三打好结的发丝再度打结固定，并用不显眼的皮筋绑住。四用纸巾取式晾发蜡揉搓在发丝上，打造出实实的质感。耳侧和耳后的碎发也要照顾的。Side back 新部分图片来源网络太忙没空看，那都不是大事儿。